环赛预计跑到32进场。阿飞，你的意思是说你是从横着进来，我们从直的就对了。对啊，对啊。好 ，OK。对你们不会有影响啊。了解。就我们两个一起不够 run。OK， 我现在先来找海角在哪里。对啊，你找他啊，你不管我们，跟我不会有冲突。海角，我没有看到你啊，在 final 吗？海角在正前面，还没死。十里，你看到？我在做 procedure turn 啊。OK。他的 final 为什么飞那么大？因为我在这边都已经快有点，我觉得跑有点小，他 final 飞那么大。还叫你高度多高？你现在在第几边？可以回答我吗？这边是东四栋，高度2700。那现在在，应该不在机场航线上，因为现在在机场外围，不在机场航线上。那我可以直接进 final 吗？因为我已经到 base 了。没有问题，我最后进。OK。因为我到了那个 final， 完全找不到你。Final runway inside. Roger. 大概两 final 两 mile 再跑到。
排球，我12努力。OK。那你是飞二坑吗？没有，老实说，我现在在现在这边太漂亮，所以在欣赏风景。因为大概在机场4迈的地方，我觉得对，我知道。这边是东四段，我在 runway 32的跑的 final， 大概还有6迈。杰克 ，runway 32 ，runway Marquette。Roger， 东四栋跑到32，准备降落。还活动五跑不到5里。收到。这边东四栋跑到324里。
你跑道用那么多啊，那个谁来着？总算杀猪了。哦，我看你差点冲出去。我想说，我这次弄得很漂亮。哦，吸气也落下来了。